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春。我们今天来看铁丝梅超风的失恋表现。众所皆知，失恋里面是没有经脉加成的，所以相对的攻击力也会比较弱。但是即使是攻击力弱的情况下，铁丝依然有部署的表现，所以今天就特地把他的失恋表现通通拍成影片给你们观看一下。对于未来想要玩铁丝的玩家，可以事先规划一二。然后影片的最后还会有铁丝最憋屈的死法，这个死法真的是超级好笑的。好啦，那废话不多说 ，Let's go。